亦曰，君子以虚受人。又曰，谦尊而光，卑而不可逾。道德经曰，不自见，故明，不自是，故彰，不自伐，故有功，不自矜，故长。此皆教人屈己尊人，不可有高傲自恃之心也。盖学道者，先要虚心下气，自卑自小，不满不盈，只见己短，不见己长。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尊师敬友，毫无高傲浮躁之气，方能感动真师指点，良友劝勉。大凡真师良友，多不浅露归脚。果是真正有志之士，不恃才，不逞能，如愚如讷。明言者一见，暗中留心，不肯弃舍，日久事却，即便提携。若是自矜自恃之辈，纵然聪明过人，学问出众，至于不问而已。世间糊涂学人，才入门户，即想成仙；方见高人，即要口诀。不思大道是何物，羞耻是何事。懈慢轻视，妄想走路拾宝，或学些旁门功夫，自负有道，心高气傲，与圣自雄，人前卖弄。急遇名人，不肯低头，当会错过。或有读过几卷儒书，解得几句文义，又记些丹经子书，直向泥文，自谓大彻大悟，高谈阔论，目空四海，再不灵教高明。贸然下手，混作乱作，非徒无益，而反受害，即弄得大病临身，方知自错，无法医治，后悔不及。又有一等无知文人，仗自己才学，妄猜思议，似是而非，偶遇资皇，即以丹经考效，倘不应酬，便谓无道。即遇真师，亦不成敬，大模大样，高坐妄谈，略无忌惮。如此之类，懈怠欺心，怎能闻得香风，进得道岸？夫道者，窃阴阳，夺造化，超生死，脱轮回，为天地所保，鬼神所觅。苟非大贤大德，真心实意之事，岂敢轻懈？岂容倾听？况大道秘旨不在文字，丹经子书乃历代祖师开明道理，为后人引路，使其扩充实践，就正于师耳，非是教人直书为道也。在不通学问者，往往只听帮声，不辨是非，以盲引盲。在稍知文艺者，每每教指己见，不肯低头，将错就错。凡此，其病在于气傲自足，气傲自足便是无有真心。既无真心学道，谁肯真心指道？岂不枉劳精神，自坏大事耶？无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傲气关口打通，寻访名师良友，诚敬求教，把一切自见自是自法自矜等弊扫去，不容有些子埋藏于内，做个虚心屈弱小人。为闻道者，即能闻道，以闻道者，即能成道。盖以为小故能大，为卑故能高，为屈故能直，为虚故能实也。否则，傲气满胸，目中无人，妄想明道，难矣。那么《易经》有说法，君子呢应该以虚心的态度去接纳他人，又有说法呢叫做谦虚使人受到尊重，并且呢深有光辉，即使处于卑微的位置也不可被超越。道德经中说啊，不自我展示，因而能够明智，不自以为是，因而呢能够显著，不自我夸耀，因而能够有所成就，不自我矜持，因而能够长久。这些呢都是教导人们呢要谦卑尊重他人，不可有高傲自大之心。习道的人呢，首先要虚心低气，自认卑微，感到不足，只有这样才能看到自己的短处，不夸耀自己的长处，并且呢要敏于好学，
不羞于呢向他人请教，尊敬师长和朋友，没有任何高傲和浮躁之气，这样呢才能真正感动真正的老师和得到他们的指导和鼓励。真正的老师和朋友呢，通常不会轻易的显露自己的才华，与真正有志向的人也不会仗持自己的才华，也不会夸耀自己的能力，而表现的会像愚笨的人一样。有洞察力的人呢，一见到这样的人就会暗中留意，不轻易放弃，经过长时间的考验呢，就会提拔他们。而那些自负和自以为是的人呢，即使才华横溢，学识渊博，也会呢被忽略掉。有些初学者一进门就想成仙，一见高人就想传授秘诀，不去思考大道的真谛和修持的实质，他们轻视蔑视，妄想轻而易举得到宝贵的东西，或者学习一些旁门左道，自认为有道，心高气傲，自视甚高，在别人面前炫耀，即便呢遇到真正的高人，也不愿意去低头或是良机，或者读过一些所谓的经典，理解了一些经文的意思，记住了一些丹经字书，执着于字面上的意义，自认为大彻大悟，高谈阔论，看不起其他人，不再听取其他人的教导，轻率行动，胡乱实践，这样呢不仅没有任何益处，反而会受到严重的伤害，等到大病临身的时候呢，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无法治疗，后悔莫及。还有一些无知的文人呢，凭借自己的才学胡乱猜测，似是而非，偶然遇到生人就用丹经来考验他们，如果对方不回应，就认为他们没有学到道，即便是遇到真正的高人，也不会真诚的去尊敬对方，自以为了不起，高高在上，肆无忌惮的去讲话。像这样的人呢，再多欺骗了自己，怎么可能听到真理的声音，又如何接近道的彼岸？所谓道，是窃取阴阳，夺取造化，超越生死，摆脱轮回，为天地所珍视，鬼神所秘密保持。如果不是大贤大德真心实意的人，怎么敢轻易的透露，怎么能够轻易的听取？何况大道的秘密不在文字之中，丹经子书呢，就是历代祖师阐明道理，为后人指引方向，让他们不断去扩大视野，实际上呢是在师父那里去寻求验证，不是教人把书本当作道的全部。那些不懂学问的人呢，往往只听到了外在的声音，不能辨别是非，由盲人引导盲人。那些略懂一些文艺的人，总是固执己见，不愿去低头，坚持自己错误的观点。这些问题呢，其实都来源于傲慢和自满。傲慢自满就意味着没有真心。如果说你没有真心去学习道，谁会真心去指导你学道呢？岂不是白费精神，自毁大事？所以说呢，我劝那些真心学习道的人，赶快突破傲气的关口，寻找真正的师友，真诚的去求教，清除所有自负、自以为是、自夸、自矜等等弊端，不要让这些隐藏在自己的内心，成为一个虚心柔弱的人。那些还未听说道的人呢，就能够真正感受道的意义，而那些已经悟道的人，则可以真正的去成就大道。因为只有小的才能变大，卑微才能变得更高，虚浮才能去变正直，虚心才能变实在，否则满怀傲气，看不起他人，妄想明白道理，这是非常困难的。本观呢，也是像题目一样，探寻谦虚与自我超越的道教智慧。所以说傲气观呢，对于我们任何人来讲呢，就像这整个世界中，你总会是有在某些场合下去站到自己擅长的部分时，你会自带一种傲视别人的感受，那这一个是非常有机会的。那么在修行之路漫长而曲折，其中傲气观呢，作为修道五十关中其中一关卡，其意义呢同样深远而且复杂。易经和道德经呢，对于傲气观的教诲，不仅是道教修行者的心灵指南，那也是我们这些所谓求得长生大道修行之人的深思核心。那么傲气观呢，不仅仅呢是对人性格的考验，更深层次的涉及到人的自我认识和超越。那么在道教修行时呢，所谓傲气被视为阻碍灵魂修为进步和智慧开发的主要障碍。易经中有提到所谓的君子以虚受人，同样是强调了虚心接受的重要性。那么在各类传承道法中呢，不能仅仅只是因为自身学习到了一定程度就看清其他所谓的传承，大道三千各有其长，而道德经中的不自现故名，则提醒我们过度的去进行自我展示和自负，只会蒙蔽自己的智慧之光，不能因为自身学到一些技能就沾沾自喜，忘记自己现在自身的所处的水平。那么在道教修行的过程中呢，同样自我认识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。作为修行的人来说呢，还需要去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
放下傲慢，用虚心的态度来面对世界和内心。那么《易经》中有所谓的说法，谦虚呢使人受到尊重，实际上是告诉我们，只有去放下自我，才能获得真正的尊重和成长。而真正的深度修行道的过程中呢，谦卑学习是修行者在面对傲气观的必须掌握的法宝。而谦卑呢，并不是自卑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认识。这就要求到我们需要在面对他人更多的、更海量的知识的时候呢，要保持一个尊重和开放的态度，不断的去学习，不断的去进步。那么，等同于我们在去人生生活的过程中呢，我们在学习也好，工作也好，同样是也是去保持一个这个状态。正所谓提到那句话叫做"不耻下问"，恰恰更是体现了这一点。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呢，突破傲气观的方法呢，其实有很多的多样。比如说呢，可以通过冥想啊、诵经啊、参禅啊等方式来净化心灵，克服内心的傲慢和自大。就像在基督教的教义里面中有所谓的七宗罪的一个说法，同样傲慢也是七宗人类原罪其中的一罪。那么如何去突破傲气观，与真正的师长和道友呢交流，依然也是重要的修行过程和突破关卡的重要帮助。通过他人的指导和启发呢，可以帮助自己更好的认识自我，提高自我。我想说的是呢，在真正我们去追求长生大道的路上呢，我们一定要学会呢克服自傲，傲慢呢真正就是原罪。学会自我认识，不断克服自己内心的傲气，追求更高的灵魂层面。那最终呢，我们就会发现，道呢其实就在于我们灵魂平静的最深处。这也是呢我们通过不断超越自我去获得的一个宝贵的精神财富。那么本期呢傲气观到此结束，感谢各位的支持。